点会紧张吗？刚才紧张，其实我上台之前我就手一直在抖，然后真的唱了之后感觉稍微好点，然后唱完再下来，然后又惊魂未定。谢谢。新专辑是10首歌了吗？一共是7首歌。全都是自己创作吗？有我的朋友帮我一块儿，有2首是我的朋友帮我一块儿创作的。剩下的都是你原创吗？嗯。其他的5首都是你的原创吗？对，然后也有朋友帮助我，原创，然后还有合作的，比方说我有跟我的好朋友朱元斌合唱，就是 rap， 啊，敬请期待，谢谢。风格的话很多元化，有流行 pop， 然后还有 rock， 然后还要带一点小的 rap， 就是各个方面啊。那可以理解你接下来今年接下来的主要工作都是音乐这方面吗？啊，并没有。我接下来工作呢，就是下个月的工作，会集中就是音乐专辑，然后签售会、见面会，接下来然后再是会有戏啊，有戏约，有镜头。就最近出的那一首英文歌，就是好像网络上争议还挺大的，就是说前奏好像跟一首歌好像。对对对，那首歌的是歌词，然后和One Ok Rock， 一支乐队，就是我喜欢的一支乐队。然后歌词是相同的，当时这首歌呢是我在4年前的时候写的，曲呢是我自己的，然后歌词呢就是有3句词，因为我想致敬 One Ok Rock 这支乐队，然后用了他们的这歌词。所以主要是为了致敬偶像这样。对。星系的搭档是谁？星系还在谈，期待在谈。你想演什么角色？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演跟我自己形象比较符合的，就是比较青春阳光的，因为我想把自己磨练得更好之后，然后再去演一些驾驭一些不同的风格的，尝试一些新的角色。演戏和音乐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？都喜欢，全面发展。会在角色当中选择有音乐元素的角色？如果有的话那是最好，这样的话我自己能演起来更得心应手一点。刚刚在后台，就是刚刚在那个现场，就是看你戴 VR 眼镜的时候，都是回答的挺平淡的，生活中有人说你情商高吗？情商高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我发现你很多时候都挺会说话的。这个我觉得是客观评价吧，我自己说我自己情商高，那也太自恋了。谢谢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老师。那在机场，就是现在有很多粉丝就会在机场的时候很疯狂的去，但是你也就是。对粉丝还挺暖心的，好像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对粉丝之间是一个互相尊重的问题，因为他在外面机场外面等了很久，然后我，比方说啊，走别的通道了，或者是走别的小路出去了，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尊重。好，还有吗？那就好吧。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。原创。然后还有合作的，比方说我有跟我的好朋友朱元斌合唱，就是 rap， 啊，敬请期待，谢谢。风格的话很多元化，有流行 pop， 然后还有 rock， 然后还要带一点小的 rap， 就是各个方面啊。那可以理解你接下来今年接下来的主要工作都是音乐这方面吗？啊，并没有。我接下来工作呢，就是下个月的工作，会集中就是音乐专辑，然后签售会、见面会，接下来然后。所以，主要是为了致敬偶像这样。对。星系的搭档是谁？星系还在谈，期待在谈。你想演什么角色？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演跟我自己形象比较符合的，就是比较青春阳光的，因为我想把自己磨练得更好之后，然后再去演一些驾驭一些不同的风格的，尝试一些新的角色。演戏和音乐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？都喜欢，全面发展。会在角色当中选择有音乐元素的角色？如果有的话那是最好，这样的话我自己能演起来更得心应手一点。刚刚在后台，就是刚刚在那个现场，就是看你戴 VR 眼镜的时候，都是回答的挺平淡的。生活中有人说你情商高吗？情商高啊！对呀、啊，就是我发现你很多时候都挺会说话的。这个我觉得是客观评价吧，我自己说我自己情商高，那也太自恋了。谢谢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老师。那在机场，就是现在有很多粉丝就会在机场。那点会紧张吗？
看吗？刚才紧张，其实我上台之前我就手一直在抖，然后真的唱了之后感觉稍微好点，然后唱完再下来，然后又惊魂未定。谢谢。这张专辑是10首歌吗？还是？一共是7首歌。全都是自己创作吗？有我的朋友帮我一块儿，有2首是我的朋友帮我一块儿创作的。剩下的都是你原创吗？嗯，其他的5首都是你的原创吗？对，然后也有朋友帮助我，然后再是会有戏啊，有戏约，有镜头。就最近出的那一首英文歌，就是好像网络上争议还挺大的，就说前奏好像跟一首歌好像。对对对，那首歌的是歌词，然后和One Ok Rock， 一支乐队，就是我喜欢的一支乐队，然后歌词是相同的。当时这首歌呢，是我在4年前的时候写的。曲呢是我自己的，然后歌词呢就是有3句词，因为我想致敬 One Ok Rock 这支乐队，然后用了他们的这歌词。那你